今天来南宁的传说中的最大的二手物品交易市场，看一看能不能买到什么宝贝，然后这边的二手交易市场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是各种玉石石头，有古金什么的，铜镜，纯银的，五谷那是。这个石头我不知道是卖什么，这是石头里面可以切出玉来吗？这是古籍啊，这是。这边还有卖嗨碟的呀，这自行车挺过瘾啊，挺不错啊，老自行车。这个其实我也有用，我的那个笔记本电脑需要，但是我忘记是多少伏了。这边都是小商品，这边更热闹。这边是卖手机还是卖什么？哇，看一下，哇，这边有点窄呀，这都是什么？这要自己看呀，这都是，这真的是二手的，感觉还不错呀，感觉还不错，对我来说用处不大。这是进口香水，女生应该喜欢啊，不知道是真的香水还是香精兑的。这边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，这边卖衣服的人也挺多的。这是卖云南叉饼之类的。哇，复古老钟，原来我家有一个的，后来坏了丢了。这边是卖玩具的，玩具墙，小孩子喜欢的。他这边还有二手 iPad 卖，不知道怎么买的。我不喜欢用苹果的产品啊，我用的都是安卓的，因为我喜欢拍照片拍视频嘛。那个苹果的用的很麻烦啊，它也非要这个同步啊，这样那的，搞得我特烦啊。安卓直接拷就完了，所以我用的都是安卓手机，用的小米和华为的，平板我也是用的华为的，我不喜欢用苹果的产品啊。这卖电器的，哎，他这边没有卖相机的吗？哇，这有卖相机的。游戏手柄，二手的数码产品有不少，不知道是闲鱼上面的更好还是这边的更好。这边起码是实体交货啊，有的确实很残破啊。这是卖电瓶车的那些，这边都是卖音响嗨碟的，就自行车。哎，我放过一遍了。卖刀的那边有卖刀的，还有手机，这个好像一般生活用品这边都有。电器这边逛的还不错，这都是零杂货，这边都在这边淘谷什么之类的。